敬爱的乡亲世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正月十六日，咱要点亮台湾。正月十六日，咱台湾天就要光啊！各位，正月十六日还阁剩几天？剩几天？正月十六日还阁在偌远？还偌远？半里路，剩五天，剩半里路。这个时阵，大家心情唔知啥款，会紧张啊未？会欢喜啊未？咱带着欢喜，而且是紧张的心情，要来迎台台湾天要光。小英主席甲咱讲，讲伊即卖心情真紧张，伊烦恼三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，伊惊买票，非选买票。第二件代志，伊真烦恼，大家靠势无要出来当票。第三件代志，惊去用分票去。所以小英主席甲咱讲，讲咱来用三票来救台湾。第一票就是拒绝买票，咱婚姻的乡亲不但是要拒绝买票，咱而且每一个人都来掠鬼来反买票，安尼好无？好无？会使靠谁去买？票无开出来，拢也无损失呢。所以绝对袂使靠谁。大家要踊跃出来投票，不但是踊跃出来投票，咱的子女是谁，亲戚朋友在外地，你也甲讲电话，要返乡投票，安尼好无？好无？集中选票，袂使分票，政党票，等我登记第一号台湾党、民主进步党，安尼好无？好无？安尼三票有够啊无啊？也阁无够哦，那伫咱云林，尤其是海区，还阁加一票。这票做啥物票？爱拒绝人甲咱骗票，你听有啊无？有人咧甲咱骗票无？全台湾上大的政治诈骗的集团，即马都是伫咱云林县。最近这几天啊，大家唔知有看到无？有198亿街头巷尾，安尼夜夜飞，有捡到啊无？有无？有看到无？啊，拢无看到，无人哪讲有198亿？安尼这是不是好笑的？是不是骗人的？真正是空嘴薄舌，乌白讲。我今仔伫这个所在，要用一个律师专业的角度，要来看待这种的恶行。各位啊，198亿安怎算的？连迄个苏迪芬馆长要向台塑争取，叫因在来开发北寮的新市镇，台塑必须要开100亿，连这个钱台塑都无答应，都无这100亿提出来，安尼伊嘛带来讲是咱苏迪芬馆长提100亿，安尼够道理？有啊无啊？各位啊，平地造林，苏迪芬馆长争取的，咱全台湾是拼第一名的。为着要鼓励咱农民平地造林，甲台塑争取，必须要对等的补助30几亿，中央做一半，只我甲斩断去，早就剩一半，这钱根本都无拨入来，这嘛要算苏迪芬的账。各位啊，有拨入来。拢直接对农会去，回去咱农民的口罩内底，这个小要算苏迪芬的，安尼够有道理？有道理啊无啊？空嘴薄舌，有摕出来的钱，一仙一厘，拢是对捐款入去。苏迪芬要开一仙钱，都要经过议会审查通过，其中30亿农业安定基金呢？是咧创啥？补助咱的农机，补助咱的渔机，补助咱的设施，20000外的农民农友拢受到帮助，会当提振咱云林县农业的水准。这钱开出去是有路用的呢。
啊，都无影有198亿，伊安尼无影白白报要甲咱尼搞，你敢挡会掉？有要甲咱骗票啊无？这是一件事了。我阁甲大家讲一件事，大家知影婚姻县政府的财政非常的困难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安怎会非常的困难？因讲拢收地分开了了，开到互你尽量做较艰苦济个，啊，你毋知听会落啊未？无甲恁讲，恁都毋知影，恁都会去互骗去。各位啊，资料我咧编的，少无我看有着。若是过去这十数年来，借上济钱，平均册一年当借35亿，做五年4个月，借到186亿，是啥物人？都是张前馆长英美先生，五年半做借186亿，苏迪芬做9年，有够含万的借偌济？才借60几亿尔，你看有够含万啦无？一年当借无甲7亿，即摆要从这财政困难来拖累着苏迪芬，安尼敢有道理？你敢听会落？也搁一件搁较刑责就对啦。不但是要重伤苏迪芬，连我县政府的同事心酸要甲我抹乌嘞，讲县政府的同事伊是官商勾结。咱伫高溪的坎卡有一个设施园艺的专区，遐咧种啥？遐是咧种蝴蝶兰，遐是咧种国兰，遐是咧种美生菜，一年当的产值达到1亿外。那是苏迪芬馆长向农委会争取，为着要让咱农业升级、产值增加，正好的一个设施。结果呢，讲咱是官商勾结，这个地检署来敲呢，一楼敲到5楼，资料呢摸差不多5块拖拉出去呢。结果差偌久？差1年外。结论是安怎？结论是所有咱县政府的同仁拢是不起诉处分啦，各位啊，什么叫做不起诉处分？无代志嘛，就是无官商勾结嘛。咱都已经遮尔啊清楚有提出来不起诉处分，但是呢，对方的阵营竟然也阁是要甲咱抹黑，讲咱叫做官商勾结。苏迪芬馆长个人受到真大的侮辱，无大劲，连县政府遮吃头路。奉公守法的公务人员都要受着拖累，安尼敢有道理？有道理也无啊！是安怎拄着选举，哪有遮尼啊多无道理的代志？迄都是要来甲咱骗骗。所以事实的情形是安怎？事实的情形是对苏迪芬馆长2005年12月底当选婚姻馆的馆长了后，婚姻馆是一个分水岭。苏迪芬过去的婚姻观是一个农业观，无唔对，但是一个善家观，尤其是一个黑暗观，是一个逼真的观，是一个黑道地观的所在。大家感觉真无欢喜，大家感觉真悲哀。苏迪芬馆长就任了后，无放弃农业，将农业甲升级，提出农业首都。各位啊，2005年我做代理馆长的时阵，婚姻馆规年当的农业420几亿，各位真可怜呢，迄伫台湾占尾名呢。但是苏迪芬做8年了后，伫103年，咱全馆农业的产值偌济？760几亿，安尼有够啊无啊？有够啊无啊？过去讲恁住伫婚姻屋啊，婚姻岛，婚姻出碰柑，唔知影讲碰柑是园林。啥物人知影婚姻伫倒位啊？苏迪芬馆长对102年底到103年初，咱所办的台湾第一摆农业博览会，登记72天，来咱婚姻的人达到100万人次以上。各位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台湾原来有一个这尼啊好的所在，这个所在叫做婚姻，这个所在叫做台湾的农业首都。这是什么人造就的新时代？这就是苏迪芬造就的新时代。你讲对不对？不但农业有建设，商业招商
伊并无放弃。所以婚姻馆的苏迪芬馆长，捌得过经济部全国招商第一名嘞。下面有的招商，拜托嘞，你来阮家投资，钱等在阮家，人是都甲阮请一寡，这好做招商，咱得到第一名。农业馆唔好嫌阮瀑布啊嘞，咱农业馆的建筑得到全国的首奖。咱苏迪芬馆长林来，为着要提倡咱读册风气，为着要让咱的囡仔，包括咱的社会人士，较侪阅读的机会，可以来翻转自己的命运。所以讲咧，财政真困难，补助各乡镇市的这个图书馆去增建、去充实，每一个学校拢有一个阅览室。苏迪芬馆长因安呢，得到教育部的图书杰出贡献奖。教育部是国民党的教育部呢，一个民进党农业官的首长，竟然有法度得到这种全国性的表扬，安尼有认真啊无？有打拼啊无？各位啊，事实就是安尼，咱做这么啊多，成就这么啊好，伊拢无要甲咱学落，建功叫咱真歹。若讲了有事实有证据，啊无咱嘛倒来检讨，结果呢，拢是空嘴无舌，拢是白白布要甲咱捏甲乌。因此，李金龙伫这个所在，用上负责任的态度，我要来替苏迪芬馆长讲一个公道。我要用上负责任的态度，我要来替苏迪芬馆长来甲背书。我嘛要用上严正的态度，我要来向这个诈骗集团正式来宣战，应该要截止了，唔好继续用这种手段来危害着咱森林的政治生态甲环境。今仔日真感谢大家，实在也够真侪话要讲，时间的关系啦吼，总是我最后有一个呼吁，也就是讲，咱来坚定对咱候选人的信心，对苏迪芬要有信心，对老建国要有信心，对蔡英文要有信心。咱要行完最后这半里路，咱要坚守，咱一定要四个票要来收台湾，要来护森林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大家继续加油！多谢各位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咱森林馆的大家长李金龙馆长。